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千萌讲娱乐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当年的旭日阳刚这个农民工组合吗？当年旭日阳刚凭借着一首《春天里》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，更是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一夜成名的旭日阳刚从此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飞速期。可是随着旭日阳刚的成名，其中的刘刚却变得膨胀起来。刘刚走红后忘记了自己的本心，成名后的他购买了豪车，在路上无视交通规则。最过分的是刘刚在小区中开车碰到老人时使劲按喇叭，甚至还要下车打人，完全忘记了尊老爱幼这一传统美德，甚至也不顾及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。因此刘刚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广大网友的谴责和抵制。现如今的刘刚已经在娱乐圈中沦为了路人，虽然推出了几部单曲，但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。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保持自己的初心真的是太重要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